好，现在 Carol 呢就在和我呢就在那个塞纳河边，在吃一个很出名的 PAMA 的那个蛋糕，然后我们呢又没有那个刀叉，看看我们的刀子啊！现在我要表演的是切蛋糕了。然后我们把整个盒子这一块就撕下来，然后用这里切，对，就这里，这里看到了吗？好，然后 Carol 就要现在要表演这个切这个 macaron， 看，快来 ，OK， cool， OK， come on， OK， 我们看塞纳河先，你看。OK， 很忙啊。继续，好，这个第一刀要切下去的时候。OK， 这个是草莓味的。OK， 第一刀切下去的时候要轻轻的，哎，先 hold 住。嗯，这个比较难切，现在已经入刀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有一点失败。叮叮，这时候好懒哦，它就一分为二了。可是有一点分不开，哎，它转了360度还没开，好了，这个经过专人处理，小朋友不要学哦。好，现在就到我了，试吃环节。好啦，现在由我们最美丽的 Demo 小姐呢 Hello, 来帮我们表演试吃。爵士美味马卡龙，结果他太紧张了，噔噔噔噔噔，他太紧张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个有 SOP 的，第一步呢，我还没讲第一步，他已经吃了，哇，这个好香的玫瑰味道，你大家要是来到巴黎，你一定要买玫瑰味的 brown 马卡龙。这个小姐讲的不太好，我们看看后面的景色。远这边看的是罗浮宫，最特别的经验。OK， 一定要是这个 perfect。OK， let's see。